大家好，我今日好开心咁同大家宣布，港澳南海青年联谊会已经正式成立咗啦。换言之，日后我哋就将会多一个平台，俾我哋三地嘅年青子弟系有一个交流、沟通、谋求发展嘅一个地方。咁南海嘅人才一向都系好鼎盛嘅，我哋宏观睇睇，我哋港澳地区国内好多政界或者经济上或者各个专业上都好多我哋嘅南海子弟。嗱，喺今次嘅会嘅成立，我哋真系好开心，系要多谢区委、区政府同埋各个社团嘅领袖嘅支持。冇佢哋支持，我哋点能够咁顺利成立得到呢？呢个会成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就正如我哋一个口号咁讲：建基港澳南海，放眼全世界。嗱，年青人有嘅系创意同埋干劲，但系缺乏嘅咧就系经验同埋机会。点样帮呢啲年青人朝住一个正确嘅道路行？我相信系需要我哋嘅乡亲系多多扶持，咁然后先可以帮佢哋进入一个更好嘅境界。而家个会刚刚成立，我哋系需要大家系鼓励你哋嘅第二代、第三代加入我哋个会，成为我哋嘅会员，咁然后我哋先可以把握住呢一个机会，造成一个强大嘅南海子弟兵团，为港澳、为我哋嘅乡下，亦都为我哋嘅国家作出更大嘅贡献。多谢大家。我哋南海人杰地灵，精英云集，在港澳乡亲有几十万之众，他们的第二、第三代更是人才辈出。我们是时候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给年轻一代尽情发挥，为南海、香港和澳门未来的发展出谋献策，共创优质繁荣生活圈。三個人背靠背代表信任，手牽手代表團結，這個就是港澳南海青年聯誼會的設計意念。